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打工仔小东。职工呢，不在那里做啊，炒老板是我炒老板。今年又告一个段落啊，还没想好下一步。又失业了，可能又要做临时工，干日结了。那个工厂不适合我，怎么说呢？有些人可能会说，你进去的时候没有了解公司情况吗？说实话，确实了解不够透彻的，要进去做才了解的。我辞工的时候，工厂经理还在挽留我，挽留我也不做了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说走就一定走了。试用期就是一个了解的过程，你了解公司，公司也了解你，就是工厂也了解你。如果不合适的话，工厂也可以炒你鱿鱼，你也可以辞职，是吧？就像谈恋爱一样，合适就在一起，不合适就分手，对吧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告一个段落了，今年真的过得太快了。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，干日节也好，经常睡懒觉。我去那里上班，真的没睡过一次懒觉，每天都是早出晚归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反正已经告一个段落了。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再想想吧。好了，视频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